今天呢，我会在这里来玩一个国王。今天又带礼物了。国王的故事。哦。国王的故事哦。那这个国王的故事是怎样玩的？啊。看哦。嗯。啊，这里有五个，一个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五张。五个国王。国王啊，他都有踩单车、脚踏车，对不对？哎。我们把这个脚踏车放在下面。放在下面。对不对？脚踏车，你先帮我把这张保管。按在这里就好了，哦、好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绝对没有后患，我们都近距离的啊。啊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只要转一下，它就会啊，转过来。怎么又变出一个红的了？对，然后呢，再转一下，啊。哇，还会有吗？一个，两个反过来了。嗯。再转一下，有三个。三个。反过来，对不对？再转一下，啊，它四个都反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哇塞，怎么全部都反过来了？再摇一下，那国王呢？有一天呢，他们呢四个呢出去旅游啊，嗯，交通意外，对，撞到车子烂掉了，哇，撞到石头，车子都烂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全部都烂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他们跑到哪里去？知不知道？你打开你的牌。哎呀，怎么全部跑到我这里来了？对啊，跑去喝酒聊天呢，他们无聊。对对，给观众看看，哇，五个国王全部在这里，对，是不是觉得很好玩呢？哇，非常的好玩哦。